近日，《妈妈是超人》第三季公布嘉宾海报，并宣布节目正式定档3月22日中午12点上线。其中公布的嘉宾里面就有霍思燕。据悉，这次霍思燕参加亲子节目《妈妈是超人》，疑似还有嗯哼大王的妹妹 IUV 也全程参加这次综艺录制。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。嗯哼在《爸爸回来了》《爸爸去哪儿》中收获了非常高的人气，他的妹妹和嗯哼太像了，被网友调侃感觉就是嗯哼换了女装。之前有网友在北京遇到了嗯哼俩兄妹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当时嗯哼手里拿着一盒吃的东西，而一旁有一个小妹妹坐在推车里面。由于霍思燕并没有及时出现在场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肯定这到底是不是嗯哼的妹妹。有些网友则质疑，这到底是不是嗯哼的妹妹呢？随后就有网友发现，这位小妹妹身上穿的衣服正是嗯哼以前穿过的，所以他们才敢说这真的就是妹妹。而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这位妹妹的外貌和嗯哼长得十分相似，所以网友也断定这就是嗯哼的妹妹。